嚟咗數嘅啦，之後剩翻嗰啲咧就中意都繼續嘅啦。有咩股份可以唔理好炒先买一手啊？梗系要买啲会升嘅股份啦、啊，仲要细细住，大大声支持。有咩股份可以唔理好炒先买一手啊？梗系要买啲会升嘅股份啦、啊，仲要细细住，大大声支持。有咩股份可以唔理好炒先买一手啊？梗系要买啲会升嘅股份啦、啊，仲要细细住，大大声支持。有咩股份可以唔理好炒先买一手啊？梗系要买啲会升嘅股份啦、啊，仲要细细住，大大声支持。
我韭菜啦！爹爹系年金出事，华盛通散户队即刻翻翻嚟啊！极速开户，即时入金，环球资讯一网打尽，条件交易一足即发，社交平台集气迎战，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人生大赢家。无论新手定高手，港股、美股定 A 股，华盛通都会帮你征战股场，落盘。利华盛除了可以交易港股、美股、A 股之外，还可以交易美股 OTC 和美股期权。由即日起去到9月15号，用郭思智工作室指定连结或者 QR Code 首次验证，并且成功网上开户，就可以享有以下的迎新优惠：送一股腾讯加500元现金券，200元新股认购券，港股无限免佣，免费即时串流报价，转仓再送300元的现金券，同埋参与专属客户活动。即刻 WhatsApp 查询92422928，开户连结同条款细则可以参阅郭 Sir 财经直播室文字介绍噶。大家都講緊嘅話題咧，就係尋晚咧，即係阿習主席就話咧，會喺北京咧就設立個北京證券交易所。哇！嗱，咁即係佢就會繼續支持啲中小企業嘅創新發展啦嚇。咁見到完善嗰、那個創科版嘅嗰個嚟講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咁多一個嗰個交易所咧，咁就多咗生意啊嘛。咁啊，對啲內地嘅券商股嚟講咧，都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啦。但係，咦？而家多咗個競爭，咁啊喺對香港嚟講，又係唔係一件好事咧？嗱，咁港交所又會唔會即係帶嚟負面影響先？當然唔好啦，多咗人爭生意，咁啊，你個生意係咁多噶啦，咁啊又一間變兩間，兩間變三間，而家三間變四間，咁啊遲啲好似美國咁樣就。50間交易所咁啊！你話點揾先？唔係咁啊，即係中國又唔會50間咁啊，但係你上海、深圳、北京就無可厚非。不過咧，將來香港啊，好似澳門係咪啊？澳門都會有啊，係啦。澳門又做呢個人民幣呢個債券咯。咁啊，唔係股票啦。咁好啦，咁你中國咁大，咁啊三個交易所咁啊，我諗都無可厚非嘅。但係都係會分薄㗎啦，一定分薄。嗱，要記住喎，佢講明呢個係叫中小企嘅公司，咁所以嗱，其實嚟緊嚟得到香港上市嗰啲咧，都唔係小企業嚟㗎，因為你變咗你唔合規，同埋亦都唔 qualify 啊。嚟真香港一定係比較大少少嘅嘢㗎，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叫做分餅仔分薄嘅情況咧，就唔係話咁顯著，反而嚟講嗱，北京如果啲中小企慢慢。成熟養大咗啦，開始嗱，一食養大咗，有機會咧就嚟香港啦。咁而家首先要俾佢啲雞仔鴨仔養大先。佢開頭做中小企，跟住佢又做呢個版創新版，又乜版乜版，結果就乜都做曬。咁其實同上海、深圳一樣，本來冇創業板嘅，不過跟香港又似個創業板，本來冇生化嘅。而家又全部都有曬，個個都有，根本就大家個個都互相爭生意嘅。唔係咁啊，呢個係無可厚非㗎。但係我哋諗下，好似香港啊，而家我哋即係一個聯合交易所啊，大家有冇諗過啊？二十幾年前，香港金銀遠東九龍有四會嘅時候咧，個個揾到食。但係嗰時點二五湧啊嘛，冇而家咁激烈嘅競爭。而家咧，嗱嗰時候個市嘅規模冇咁大，但係個個揾到食。而家個市嘅規模成50萬億，哇，好犀利啦！騰訊、阿里巴巴乜嘢都有啦，啲細行揾唔到食。
因為嗰啲大行免用，你邊有得做唔得㗎？所以你環境唔同，所以等同咧，你內地啦，內地其實嚟講，佢哋券商唔係好多個㗎啫嘛。百幾個係咁多啦，香港六百幾。你唔係話你有錢，你想做都啊做，冇得做㗎。咁你十四億人，我當你啊10% 嘅炒股票都億四啦。你香港個股民都係得個百零二百萬，裏邊億幾，唉、哎，老老實實點分都分得到啦。但係大陸競爭好大㗎，你一個券商，你個最低資本要求幾多啊？係一億元人民幣啊，香港係一千萬咋。大陸係香港嘅十倍啊！一億佢都唔夠做㗎，一億都唔夠做㗎，唔夠㗎，唔夠㗎，以上俾下十億，起碼一千萬係做唔到孖展嘅户口㗎。Minimum最少孖展户口係要開五千萬嘅 capital 咧，你先有機會咧係做到個孖展。唉，真係所以五千萬都做唔到，因為點解咧？你一兩隻貨大啲嘅，咁你已經係爆倉啦，你唔使做翻。仲有 FRR 唔能夠集中嗰啲，即係你做得到咧，都好少嘅。好細啊，好細。除非你 minimum 有3-5億以上啦，嗱，咁你開始又唔同啦，有個 scale 就會大啦。係啦，就所以你一入場，就算有五千萬嘅 capital， 好細好細好細。係啊，呢啲唔係我哋啲小人物可以玩得嘅生意嚟㗎。咁尋日阿倫 Sir， 我知道你去咗港交所同行政總裁歐冠星嘅見面啦，嗱，有冇啲咩嘢講咗出嚟先？其實咧，我都係冇改變到我哋啲細機機行個經營困難嘅坎坷嘅血淚史啊！但係改變唔到嘅喎。因為嗱，我哋啲細行靠嘅做啲小生意啫嘛，好似李小嘉咁啊，佢話好將最低嘅盈利要求增加2-3倍喎，5000萬本來咧係3年幾多啊？2000萬啊嘛，佢而家增加到5000萬，跟住係1億元，咁我哋邊度夠有得做啊？係咪先？生意不連嘅，砰一聲就嗰個數目啊，上市公司嘅數目一下子就少咗幾百間㗎啦嘛。其實最關鍵嘅就係嗰個經營嘅模式啊，已經好轉變啦。以往咧未有手機落盤咧，你買股票咧，你一係就打電話俾個出市代表。佢同你熟，同你 friend， 同你買，一係你打去證券公司嗰啲經紀啦，我要買咩，我要買咩，好啦，我幫你買啦咁樣，即係你係冇第三個途徑去買噶。嗰時仲有一個牌一部機啊，嗰時啊，你咩嘢？後屘多咗2部機，後屘3部機，但係咧，跟住到咗1997年之後，2000年咧就無限機啦，一個牌。咁你而家個個攞住部手機可以落，個個自己落盤啦，唔使經紀啦。所以同以前嘅個環境氣候係完全唔同㗎啦，經紀已經被淘汰咗啦，人哋啲免用，你邊度需要經紀得㗎？咁會唔會改變咗你對港交所嘅睇法咧？之前你都唔會。港交所一定會更加好，一定會個量子會越嚟越大。但係阿倫 Sir 苦笑緊喎。係，即係佢成個趨勢咧係向大嗰度做，即係向大陸咁做。你想做證券行啊嘛？攞一億元做生意啦，唔係我哋以前咁樣可以攞500萬出嚟做啊嘛！你冇講錯，而家冇得做啦嘛！你冇講錯，1980年嗰個時候咧，真係幾百萬可以做一間證券行嘅，嗰時仲少啊！嗰時即係四五之前啊，係1-2百萬都可以做。真係得。你嗰時候冇辦法啦，你一個交喂實物交收啊，一個交收係2000蚊人工，2000零蚊人工，請個出市啊都係2000零蚊人工。啊，你又係1.25用？係啊，所以你點樣計連埋租金、燈油火蠟咧，你都為得到條數嘅。每日做10萬人生意你就夠皮啦。但係你今日啲夥計人工，你嘅租金，你做幾多都唔夠。圍唔到皮啊！圍唔到皮啊！你做1000萬生意都圍唔到皮。而家你做1億元生意，你先得個10000人佣金。仲有啊，大家去聽一聽啊，當其時冇咁多新經濟股啊，買嚟買去就怡和置地啊、長實啊、和黃啊、匯豐啊，三公用股啊咁樣，你踩嚟踩去都嗰扎股份㗎。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大嘅又係，細嘅又係，都係嗰幾日傳統嘅股份。所以咧，散户咧喺嗰、那個即係講20-30年前咧，喺市場上面賺錢嘅咧，唔係太難嘅一件事。問題係賺多賺少咁解啫。但係而家呢分鐘其實就反為咧係太多嘅資金參與，變咗散户咧就好難去喺呢個升浪當中咧係捕捉得到，俾你賺得到你都唔賺得多。其實嗱，咁啊 Simon， 你對港交所嘅前景睇法？
又係咪都係睇好咧？中性偏好少少啦，咁但要記住一樣嘢，永遠我哋咧係買股唔買市，就算呢一隻大藍油股唔好都好，其實有好多個股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諗住就話，哎呀大市唔得，咁啊一定就冇機會，唔係好多嘅機會俾你揀，咁所以如果你有疑問嘅咧，不妨就將你嘅問題送上去。上嚟咧，俾我哋，咁我哋咧就逐一回答你哋嘅問題。好啊，咁啊都順便提下大家啦，入嚟未俾 like 嘅下面快啲俾 like 我哋啦。記住俾 like。嗱，講翻個市先啊，不如今日咧個市咧就即係26,000點啊失守咗。係啦，又係啲科技股下跌拖累咗，結束咗四年升啦。係啦，嗱，講開啲科技股都要講一講嘅就係咧，嗱，即係其實近排阿爺咧成日都提出咗一個叫理念，就係共富嘅理念噶嘛。嗱，見到嗰啲大大小小啲科企咧都即係好識做一齊響應嘅，又搞下啲公益回饋下社會咁樣噶嘛。係啦，阿里巴巴又話1,000億元。冇錯啦，阿里巴巴就話公布就由今日起去到2025年咧，會俾多1,000億人民幣就響應呢個共富理念啦。一千億定係1,000億再1,000億啊？1,000億人民幣。由頭尾都係1,000億。係。今日2025年。去到2025年，係啦。2023、2024、2025。同騰訊一樣啊，騰訊都係1,000億元啦。1,000億，咁你真係4年每年250億咯。嗱，咁但係呢1,000億其實係咩概念咧？嗱，呢一筆數就佔咗巴巴第一季，即係上一季咧個收入係50%嘅。嗱，咁如果你計翻個收入50%，其實都好大手，好大筆數嚟㗎。佢要賣股票嚟籌款㗎。嗱，咁而家呢個時勢，其實就大家都見到貨金就保平安啦。嗱，而家嗰啲科望股嘅情況就係你賺得越多，貨金嘅數量俾得就越多。梗係啦，而家有即係嗱，騰訊帶頭有一個標準啦，佢 pledge 咗1,000億去支持中小企。咁啊，而家阿爸爸有1,000億，咁樣你細啲嘅，你點都要500億啦。嗱，呢筆數講緊就係話佔爸爸上一季50%啦。我感覺如果係咁，你攞咗1,000億出嚟，你下一季嚟緊究竟仲可以賺到幾多先？佢哋咁就真係好似騰訊咁樣，佢一年賺1,000幾億啫嘛。你攞1,000億嚟，佢分四年，每年250億。咁即係話每一年20% 嘅盈利冇咗㗎啦，係啊，仲未計税啊。咁問題就係咁大筆錢，咁啊，你上市公司嚟㗎嘛，不小股東冇得反對。冇得反啫，即係佢唯有係賣股票嘅啫，賣股票咪小股東咪攤薄咗咯，就係咁簡單啦。咁呢個技術啊，某程度上嚟講，你面對咁嘅環境，你都冇法子逆轉㗎啦。咁啊，市場慢慢就會接受咗㗎啦。你始終1,000億係一個大數，但係你對巴巴又好，對騰訊又好，你係分四年，每年250億啊嘛。咁啊，當年一年賺1,000億，咁啊賺翻750億，第一年跟嗰啲衝擊啦。去到第二年，相對第一年嚟講啊，舊年750億，今年啊770億，今日個增長㗎啦嘛。嗱，但係如果係咁，即係短期內，其實呢啲科網股其實都真係唔係點唔使點睇㗎咯喎。啊，會受影響㗎。一定受影響啦，佢盈利可能啊跌一半啦，因為你個税嗰度嗱，好似嗰啲遊戲機咁樣樣，佢而家俾10% 税。咁將來要俾30% 税，咁你話佢受幾大影響？仲有個税嗰度啊，稅務嗰邊咧？而家咪講緊税嗰度咯，利得税而家係俾緊10% 噶嘛。將來要俾30% 啊嘛。好啦，咁你真係多咗20%，咁即係1,000億嘅盈利，當舊年1,000億咧，今年因為稅務啊同埋捐款嚟講咧，可能會冇咗咧350億。咁即係唔見咗一半㗎啦！嗱，你1,000億講緊，其實係佔佢一半，其實係純粹齋收入喎，未計嗰啲即係唔係仲未計盈利添喎，係啊！所以好深遠㗎。第一年咧係會有個急跌，但係第一年跌咗落嚟咧，相對第二年、第三年咧，其實就持平㗎啦。所以第一年個衝擊係最大㗎。你跟住啦，你即係你嘅發展啊，唔會難你噶啦嘛，分分鐘扶翻你噶嘛，咁你變咗
慢慢慢慢你基數咁低之下咧，喺個基數慢慢慢慢行嘅市場一接受咗咧，就冇嘢㗎。嗱，咁啊講翻即係巴巴啦，股價今日就即係向下就跌近3.5%嘅。嗱，睇翻咧，北水咧連續第七日流出㗎啦。嗱，尋日咧見到咧係流出咗6.2亿嘅，即係巴巴。嗱，咁啊，所以咧即係巴巴股價都受壓啦，咁睇下。咁嚟緊即係係咪即係上翻200蚊呢啲水平都有啲遙遠咧？會唔會？難咯，唔係，除非咧望到頸都長曬。唔係，螞蟻集團如果有機會咧重啟 IPO 咧，都會提振嘅。咁但係而家呢分鐘啊，巴巴嘅股價大家唔好望得太過高，151蚊去到近期嘅高位，低價上嚟15%，我諗都係差唔多㗎啦。嗰條紅線我諗190蚊到啦，最多係啦。50天線啦，係啊，即係200蚊唔敢望咁遠啦，望住190蚊先咯。不過中間個頸線係幾多錢啊？170幾啊？呢度我望一望先啦。低啲嘅 W 頂。呢度 OK 係172.2。冇錯，172蚊。即係上一次172，呢次亦都係172。咁啊，下一陣如果你過唔到172咧，佢就會151-172咧進入個低台嘅整固啦。包括螞蟻集團啊、延期上市啊、包括稅務啊、包括所有嘅嘢咧，其實就係反映緊個股價咧一路喺個低台，已經跌咗㗎啦。所以我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㗎。但係你始終如果有新嘅政策一出嚟咧，咁啊真係好難講。嚟到而家呢個價咧，暫時嚟講咧就有波幅冇升幅，有反彈冇大升。咁就等下，如果萬一有機會係重睇 IPO 嘅，咁嘅情況又我都唔會申請㗎啦，因為變翻間銀行即係金融公司啫嘛，金融公司有咩前途得㗎？冇前途嘅。但係如果你成功上市咧，阿里巴巴有非經常性收益啊嘛，嗰度其實都唔係嗰回事㗎啦，已經唔係唔會有太大刺激，但係始終嚟講咧都係正面嘅。咁我諗啊，即係等一等咯，要。冇咗以前嗰支歌仔㗎啦，冇咗，冇錯，係啊，個光環已經冇咗啦。係啦，即係另外，即係而家變咗就係二選一啊嘛，就係9618啫，反而隻京東咧就反而係好翻啲啊，係好翻啲啦。不過下個禮拜佢都會宣布啊，佢會捐500亿出嚟㗎啦。係啊，有冇咁犀利啊？要跟隊啊嘛。都係嗰句咯，你貨金保平安啊嘛，大家貨金安安嘅啫。呢啲等於交保護費，劉強東一定會交噶啦。係嚟啦，嗱，冇亂講，冇亂講啦，呢樣嘢係估計嘅啫嚇。好，我哋跟進下個禮拜再跟進下啦，京東有啲咩消息啊？好彩我哋啲小企啊，根本冇可能俾交到呢啲費用。有時諗落真係無奈啊嚇。嗱，大家睇下美股啊，道瓊斯指數嘅35631。納指啊，琴晚15380，人哋真係好開心，好開心，升完再升，升完再升，啊，我哋咧就啊跌完啊再跌。好彩我投資移咗民，我琴日睇咗個美股個結算，哎呀，真係開心不得了，比上個月多咗10%，真係。港股今個月如果即係keep 到10%嘅進漲，其實都非常之唔錯。要答一答一個觀眾啊，8493啊，龍王集團啊，阿次哥已經沽曬佢啲股份，佢套咗已經幾千萬啦，9000套咗9000萬，係咯，算啦，算曬手㗎啦，冇已經冇前途㗎，你仲有咩睇啊？佢咩價翻嚟啊？呢位網友冇講到啊，佢話有咩前途？冇嗱，新入主嘅可能咧會話。業務方面點樣發展嗰啲咧，我哋唔知道啦。但係喺個低價一條氣升到上2.6、2.6，一個急插落嚟咧，呢啲股票從來唔係散户沾手㗎，即係某程度上嚟講係。嗰支大貴就係次哥將佢手上啲股份沽曬出嚟咯，係咪？你都冇得救㗎啦。除非你係大 master， 你要買佢個殼，又將你嗰啲乜酒家住入去。如果唔係，你都冇得睇。你香港酒樓生意唔係咁。同埋冇乜成交喎，你見到真係。係啊，我哋琴晚喺一間酒中環一間酒家食飯，係2年嚟第一次12个人一張台啊！冇㗎，從來冇㗎。咁啊，琴晚咧係我哋啊分析師協會嘅 AGM 嘅會議。嗱，咁樣講翻啦，1.5元啦，相對成年嘅低位1.39元，近期先創得到㗎。
如果你真係想買少少嘅，咁我哋都冇太多意見。不過豪靈子個股份，你話有咩特別消息？而家呢分鐘真係欠奉啦。咁啊，唔對板一路三千九，一旦跌穿咗你手貨，你嘅我唔留啦。嗱，你有咁嘅心態嘅冇問題，記得真係風險管理要做好足。有冇驚喜咧就難講啦，暫時牌面就睇唔到嚇。好啦，嗱，講下啲移動股先啦，望下只3309啊，希望硬貨先。嗱，佢就投資咗深圳愛康健55% 嘅股權嘅。係啊，買咗嗰個咪喺香港賣廣告整牙嗰個啊嘛。係啊係啊。就係嗰個。賣咗幾多 percent 啊？55%啊。55%即係大股東嚟嘅咯。大股東控制權嚟㗎，你去種牙幾千蚊啫，唔使香港俾成幾萬銀一隻牙。搞十分之一價錢啊！眼科之餘仲搞埋牙科啊！所以佢而家係一個商家，所以咧令我失望。佢睇數目嘅，因為咧眼啊數嚟數去得兩隻眼啫嘛，有三廿幾隻眼好穩成嘅，嗱三廿幾隻又要鑽牙，又要洗牙，又要剝牙，又要整容醫生係最揾錢嘅，最容易揾錢咩啊？係皮膚啊！你知啦，女人嘥幾多少錢整皮膚啊？你放心啊，你放心啊，佢整完眼發展完牙之後咧，皮膚就做埋啦，係全方位噶啦，邁向做醫美咯，方面根本上就係醫美噶啦。初初係眼科係專業嘅，你牙都係專業嘅，慢慢慢慢就醫美噶啦。其實呢個潮流都係好正常啊，你在商言商冇辦法啊。係咯，咁啊，即係今日叫做好似大支洋燭升穿咗50天線啦，嗱。對佢後市睇法點樣啊？係咪都一路應該好嘅，因為佢而家著係商人啊嘛。咁樣商人佢就梗係揾機會揾錢㗎啦。因為見到佢之前不嬲嘅波幅都非常之大嘅，係啊，波動啊呢只，冇錯。好啦，嗱咁再望一望啦嚇。嗱，其實近排又見到啲電力股咧，哇犀利！我哋見到三個禮拜之前講咪隻隻都升到癲咗啊！902最犀利啊！嗱，902即係華潤電力386啊，中廣核啊，昆崙能源同埋即係龍源咧，都創咗一年嘅高位嘅。係啊，係啊。幾隻？唔知點解突然間由836開始炒起，嗰個華潤電力咧就話佢佢有一半係清潔能源，所以當佢係新能源股咁炒，咁其他就跟住做啦。唔係，咁我哋講嘅時候咧，好似大堂都仲係好低嘅，未起步嘅，1071都係低嘅，啊2380都係低嘅。咁啊，如果嗰時候咧，已經升咗㗎。唔係升嘅都唔係多㗎，都唔係多㗎。咁如果嗰時候咧，大家係跟得到少少啦，唔係新經濟，係2蚊到啦。我哋講嘅成2蚊左右，如果你有買咧，哇，不得了，都係揾錢㗎。恭喜你啦！啊，仲有喎，冇咩太大嘅風險喎。咁啊，講真咧，有陣時一啲比較保守嘅板塊裏邊，如果係有資金去做一個後盾去推動嘅話咧，其實都有少少憧憬嘅。不過就唔好當一啲細價股咁樣嗌一倍兩倍，就唔係嗰回事咯。但係股市啊 ，Simon 啊，個初心都係賺錢啫嘛，賺多賺少賺錢就得啦，係咪啊？最緊要開心，最緊要開心。但係頭先講嗰扎電力股咧，升咗好多下噶咯，仲可唔可以繼續？都仲係要升，都仲要升係咪啊？最睇好邊只先？咁多隻。嗱，如果講平啊，1071同埋991，我睇個市漲率啊，你睇個市漲率，1071嘅市漲率同埋991北京大同嘅市漲率咧係比較低噶，咁啊唔係個股價，係講個市漲率。咁呢一陣咁樣。電力股你一單一隻升咧，我就唔敢判斷。但係你836之後，你咁多隻，今日連埋只中港啊都行咧，勢必係內地嘅資金一啲部署啊，係啊，係咪一啲部署啊？咁內地嘅資金一個部署唔會即刻彈弓手噶嘛，佢哋嘅慣性，你唔好話升咁多升咁多喎，佢仲係要升嘅喎，係啊，仲係要升嘅喎，你咪大家睇個估值啫嘛。單位數字的市盈率有些是11-12倍，但是大堂你現在都有大堂都12倍而已，但是有7厘股息啊，你看看華能的市盈率成100倍，哇，這個旺積，華電市盈率8倍，
即係我諗大堂同埋華電最直播咯。我哋睇三樣嘢，睇市盈率，咁啊睇佢公司嘅業務啦，呢個最緊要啦。個派息係幾多？咁啊有超過五厘息以上都係高息，發電力高好多都六七厘息噶嘛。第三就睇個市漲率，呢個就最值得參考噶啦。作為中線嘅部署，即係換句話嚟講咧，成個中資內地嘅電股咧。嗰、那個勢頭咧，都仲係繼續去，都仲係繼續，仲未停得啊！未停得，係啦，好啦，咁啊，好啦，嗱，講一講啦，林 Sir 喺度都要講一講啲汽車股啦。其實咧，見到即係GM 都話咧，其實啲晶片咧供應好短缺嘅，就 cut 咗北美咧八月份工廠啲訂單。係啊，連 Tesla 都要上海要停工四日，因為。冇芯片，芯片啊，哇，影響好大、啊。嗱，見到就近排啲汽車股咧，就有啲就開始就去橫行嘅跡象啊，望下港股嘅比亞迪啦嚇。嗱、啊，橫行跡象呢只我知道係諗上外股嚟噶嘛嚇。嗱、啊，見到就而家開始橫行跡象嘅時候，個部署策略有啲咩要轉變先？係咪逢跌就買一手咧？成個行業一出呢啲消息咧，隻隻都跌嘅、必然嘅。咁、但係跌完之後咧，你必須考慮就係、是。邊一隻將來係會彈得最快嘅咧？咁有幾個條件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第一，你有冇晶片自主先？第二就係你嗰個電池或者個電能呢方面，而家係唔係有一個處於一個成本低，同埋咧係個對於消費者吸引性大嘅？咁首先講一講咧，就嗱晶片先啦。如果你要睇一睇上個禮拜咧。比亞迪嗰份業績咧，好多人都話佢，哇！喺嗰個盈利咧跌咗好多喎、哦。但如果你小心留意佢睇佢份業績，即我自己睇過嚇，總共係81頁。81入邊嚟講咧，你睇得到咧，原來比亞迪嘅旗下嘅比亞迪半導體咧、包括埋比亞迪電子啦。你如果睇翻佢去到六月份嘅時間，佢嗰個廠房嘅 value 對比起六個月之前個廠房嘅 value 係其實升咗成3-4億咁多嘅。咁即係話喺呢半年嘅時間，其實比亞迪咧嗰個擴建嘅速度係非常之大嘅。咁佢比亞迪自己本身咧，我講咗啦，喺其實2020年嘅年尾咧，佢已經睇得到咧汽車晶片一定短缺㗎啦。咁所以咧，佢係大力咧係做嗰啲叫做咩咧，就係叫做車規嘅晶片。而車規嘅晶片嚟講咧，暫時咧佢做得到嘅數量咧，可以供應到100萬架汽車。咁你睇一睇，喂，比亞迪自己本身。就算你計埋曬最預算最好，去到今年嚟講咧，都冇可能生產100萬架汽車嘅。咁所以佢必然咧就係話自己生產之餘咧，有好多咧可能供應俾呢一啲其他嘅競爭者。咁視乎翻係咩嘅競爭者啦。咁但係你睇翻嗱，七月份、八月份個汽車銷售數字，其實咧有一個預示性嘅。咩叫預示性啊？我哋講嚟講去，中國電車三寶就係乜嘢啊？蔚來啦、小鵬啦、理想啦，喺半年之前咧。嗰、那個排位咧，一定係蔚來最先嘅，因為蔚來賣得最多，跟住係小鵬，跟住係理想。咁但係去到七月份、八月份，哇！成個形勢係調翻轉啦，蔚來係第尾嘅，小鵬係中間，理想爬咗頭第一。咁犀利？係啊，因為喺八月份嘅公佈咧，嗱，八月份嘅公佈咧，蔚來咧以前嚟講係龍頭，哇！而家今時今日咧，佢出咗事啊嘛，有意外啊嘛，佢連哪吒。都多過佢，哪吒嘅銷量都仲多過蔚來，咁令人咧真係哇跌曬眼鏡啦！咁原來咧係有一樣嘅情況咧係出現咗，就係、是、蔚來佢原來買嘅晶片咧係向呢一個馬來西亞嘅意法半導體嗰度買嘅。咁原來馬來西亞而家嘅疫情咧好緊張啊，令到咧個生產嘅工廠咧又起碼一半咧係 idle 咗，所以晶片出唔到啦，係影響成個亞太區。咁、所以咧蔚來咧係最受影響嘅，因為佢。佢有車，其實車就做咗噶啦，不過冇晶片，冇晶片啦，點辦法咧？咁所以佢賣嘅數量點解嗱？七月份、八月份係包咗尾嘅，咁啊調翻轉啦。理想嚟講嘅晶片咧就唔卡按佢嘅，咁同埋理想而家有部分嘅電池咧係卡按比亞迪嘅電池，包括埋小鵬嘅 P7 都係卡按比亞迪，咁所以供應係冇問題嘅。比亞迪自己本身咧係可以自給自足，咁當然啦，佢個晶片。不是屬於世界級的，而家世界級的晶片咧係屬於講緊第七代，係台積電㗎啦。比亞迪而家咧係起到嗰啲咩咧？第五代嘅啫，第五代咧係屬於叫做中價同埋低價。
咁但係 OK 啦，因為比亞迪自己本身冇啲豪華車嘛。係啊，佢唔使做手機啊嘛，大啲都冇問題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就睇得到佢嗰份業績其實好大部分嘅錢咧。Capital 咧就用咗咧就係擴展呢個叫 IGBT， 即係汽車嗰啲晶片，同埋呢一啲咁樣嘅半導體嗰度。咁所以你睇得到份業績差咧，但係我睇到咧就佢掉好多錢落去擴展。咁所以咧嗱仲有一樣嘢咧，就唔話你唔知喎。咁你如果睇翻最近嘅咋嚇，呢個禮拜我睇咗成差唔多三四十個平台，有關於咩咧？就係中國成都汽車展，呢個係全中國最大嘅汽車展。入面有成超過1000架嘅汽車，有15間係新能源汽車，所有嘅新款汽車全部咧擺曬出嚟。咁所以你如果呢個禮拜你睇呢一個叫做成都汽車展咧，哇入邊咧有成過百條嘅評論講啊咩汽車好啊，咩汽車唔好啊，邊啲汽車好似睇嚟睇去冇用啊，邊啲汽車咧突然間賣得好好啊。嗱我睇得好多嘅評語咧係關於比亞迪一個新款車叫做海豚。嗱個評語咧。我感覺過咧就非常之好嘅，咁但係非常之好之中咧，淨係講得到咧就啊好靚啊，好正啊，感覺好好啊，好前衞啊，好有歐洲 feel 啊，但係咧講嚟講去講唔到個靈魂出嚟。咁今日咧嗱，我所講少少，希望講一講呢個比亞迪呢個海豚嘅靈魂係乜嘢。嗱，佢嘅靈魂咧就係咩咧？其實喺呢一個兩三年前咧，比亞迪咧係招聘咗好多嘅人才入去。而呢個海豚咧，就係咧喺以下呢三位嘅 designer 設計嘅。第一個 designer 咧係叫做咩咧？叫做 Wolfgang Egger。Wolfgang Egger 係咩嘅人嚟嘅咧？佢係2007年咧 Audi 嘅設計總監，負責以前咧係林寶堅尼嚇。另外咧 ，Audi 咧個超級跑車叫 Audi R8。呢個超級跑車咧，佢自己本身有個名嘅，即係呢一個設計人咧，佢係 Father of the Audi R8。咁所以咧，佢嗰個名聲咧係非常之厲害。嗱，外形設計師咧就有一個叫 Juana Lopez 啊，呢個名咧係啱啱阿倫徐教我讀嘅。呢個 Juana Lopez 啊 ，Juana Lopez 係一個西班牙嘅人嚟嘅。佢係前法拉利嘅首席設計師，喺法拉利任職咗成10年。而之前3年咧，佢仲做林寶堅尼嘅車內嘅設計嘅總監嘅。咁咧，另外一個咧就叫做 Michelle。Dominico 咧係負責 Benz 嘅首席設計師。2000年嘅時間咧，喺 Benz 嘅意大利 Advanced Design 咧，當時仲設計埋係直升機添嘅。再早之前嚟嘅就喺 Volkswagen 做嘅。咁佢成名之作咧就係咩咧？就係 Volkswagen 嘅 Audi Quattro。你諗一諗嗱，呢三個設計師之前佢設計嘅車係幾多錢價？係講緊500萬至到1000萬嘅。今時今日佢為比亞迪設計呢個海豚。起標價係90000人民幣，所以好多人睇完之後，啲評語就話啊，點樣靚點樣正，梗係講嚟講去講唔出嗰個精神。個精神就係話，全歐洲最頂尖級，以前超級跑車嗰三個設計師，而家就喺比亞迪，而家第一次出嚟嘅產品就係海豚呢個系列。咁所以我估計呢個完咗之後咧，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咧，係下個禮拜二啊，下個禮拜完之後咧，自然咧就講翻出嚟，一定有好多訂單。講出嚟噶，如果對呢個海豚嘅訂單咧係充滿樂觀嘅，咁到時如果話訂單出嚟，哇，有成10000多架訂單已經係訂咗啦，未來兩個月要排隊要再訂咧，咁我估計喂比亞迪起碼個股價都會提一提振嘅，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考慮啊睇一睇多啲呢一啲汽車展覽嘅新聞，你自己睇得多咧。你自己都變成一個專家㗎啦，冇錯啦，咁啊，係啦，咁啊，睇完啲阿林 Sir 好詳細講嘅啲汽車股嘅板塊嘅消息之後咧，大家都講一講啦，就係隻中心啊，隻981嘅啦，見到留言板度有啲觀眾都喺度問緊㗎啦，佢話今日有條消息嘅，就話咧中心咧喺上海臨港自貿區咧就設立合營嘅，嗱咁啊計劃咧就。要產咧10萬片嘅晶圓啊嚇，即係佢10萬片係12吋嘅晶圓代工生產啦，係啦，即係會產，即係提供呢個嘅28納米以上技術嘅。即係低檔嘢啦，28納米低檔嘢啦。啊，呢啲好複雜啦，呢啲嗰啲其實我有少少補充，你所講嘅咧係講緊咧係話叫做係10萬片嘅晶圓，但係要記住。10萬片嘅晶圓片入邊嚟講咧，可能有成300-400塊嗰個叫芯片嘅，咁所以
佢話十萬塊呢個晶圓咧，唔係話講緊十萬塊嘅晶片，而十萬塊嘅晶圓入邊，每一個晶圓入邊咧，都可以有成三四或者就五百六百塊嘅 ，depends on 你嗰個 size 啦。如果你個納米嚟講，譬如去到喂五納米啊、四納米咧，哇，可能個晶片嘅數量咧係講緊就五六百塊嘅。但如果你話比較大啲 size 嘅晶片咧，都有起碼三四百塊咁多嘅。咁所以個 total 咧係講緊咧就係三四百塊，再乘十萬塊係等於幾多啊？三千幾萬塊芯片㗎啦。但係今日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咧，即係雖然話即係而家做28納米嘅晶圓啦，咁但係就見到個股價咧，好似有個提振作用又唔算話太大。雖然今日去過24.6最高位，但係今日只係微升一毫子收市啫，最終。嗱，對佢嗰個睇法會唔會即係？因為佢個技術仲停留喺十幾年前啊嘛，冇十幾年前，因為咧28納米啦，28納米係十幾年前嘅嘢嚟㗎。28納米咧，喺如果喺手機上嚟講咧。大約咧就係大約7年前左右嘅啫，但係28納米咧，你講緊如果譬如話係電腦嘅晶片就唔同啦，電腦嘅晶片咧可能超過10年嘅啦，因為 Intel 10年之前咧已經出呢一個納米咧係細過28納米嘅，咁所以如果喺手機上方面嚟講咧，大約咧都係我估計咧係10年前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只能夠做一啲咩啊中下價嘅手機啦，唔能夠做得到一啲頂尖嘅手機㗎啦。咁啊，郭 Sir 要講一講只中國移動喎，有人問嘅中國移動喎，點情況啊？佢點咧？而家係咪繼今日回翻少少，係咪繼續睇佢升翻上次個高位啊？48.2毫半咧，隨成價噶，1.63嘅股息咧，我用我心算咧，挨近50蚊左近嘅水平。咁啊，早前未除淨之前見過52.9毫半啦，咁呢個亦都係暫時嘅上網目標。咁另外一個誘因咧就係回歸 A 股啊嘛，嗱回 A 咧頭一輪咧多少有啲拉升嘅效應，咁啊估計咧點樣都係65蚊人民幣個頭噶啦，咁啊對香港嘅呢邊48.2毫半嘅九四嘅咧，應該係可以有個扶升嘅效應噶。順帶一提啦，九四一每年嘅現金流1100億啊，嗰啲啊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唔再複述啦。咁如果你話買九四一咧，最好就心態上咧就係有一個叫做中線少少嘅持有就比較好啲。如果你抱住話而家一分鐘買，我聽日賺幾多就走啦，聽日升1蚊走唔走啊？你可以走啊，冇問題噶。但係問題可能後日又升1蚊，過多2日又升多8毫子，咁啊索性咧揸得唔係太重嘅，咪耐少少嚟持有咯。941嚟講係啱一啲比較穩陣嘅投資者去揸嘅，冇乜投機嘅成分嚇。我買只956 Kenneth Fong 好叻啊！佢3.幾買呢只股票喎，哇！恭喜你啊，恭喜你！你買中咗啦，放止腰啦，好唔好啊？係啦，繼續升啦，除非佢即係回嗰時你先沽啦。如果佢都係咁升，因為嗰啲新能源股都係咁升嘅。嗱，兩個疫情況啊，第一就係走喺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啦，第二逐尋頂啦，同埋一個上升通道行得好標準。今日更加突破咗衝到只頂部啦，咁啊但係賺深咗嘅，我希望你繼續賺，賺多啲仲好。依一分鐘定低個止賺位，聽清楚喺5蚊，跌穿咗5蚊嘅賺咗一半先，還掂都係賺噶啦，咁剩翻嗰半就放下止腰啦，好唔好？哇！恭喜你啊嚇！好犀利啊，係啊，即係希望你越賺越多，同埋咧見到佢啲MA 全部順牌啦，非常之靚啦，係啦，好啦。答一答觀眾問題啦，好唔好？好啦，咁啊，望到觀眾咧，有人問只1415啊，只高位電子，係啦，阿賢初咧就話佢5蚊嘅時候就買咗貨嘅，想問阿林 Sir 啊，有咩操作嘅建議？嗱，近排咧賺錢㗎啦嘛，近排升得唔錯啊，同埋咧見到啲 MA 咧都開始即係順排翻咯，係啦，上升軌道啊，冇錯。有咩建議俾佢咧？阿賢初呢位朋友1415。其實近排嚟講咧，我都見到咧有啲評論咧係將佢嗰個目標價咧係調高咗嘅，係講緊話佢嚟緊嚟講咧，佢嗰個業績係應該幾好嘅，咁所以枕住呢個禮拜咧都有啲盤啦，有啲資金咧係追入買佢，咁佢作為一個電子股其中一個叫做龍頭股啦，咁我相信整體嘅板塊都有利於佢未來嘅發展，咁啊喺現時嚟講咧，好多其他嘅行業啦備受打擊之下嚟講咧。咁變咗資金就唯有追捧一啲咧，唔會有一啲叫做風險嘅政策係會打擊到佢嘅，咁所以佢啲亦都咧係吸引到一啲咁嘅資金，咁所以現時嚟講嘅走勢咧係 OK 嘅，係靚仔嘅，同埋咧慢慢沿住保利加通道嗰度頂線咧係進發，咁
咁所以暫時嚟講，如果唔落翻普利加通道嗰、那個中軸線之下咧，暫時都可以持有，因為始終咧而家呢個形態咧，佢有條件咧係翹住條普利加通道嗰條頂線係進發嘅。咁但係記住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每一次你 set 近期嘅高位，由高位一跌落嚟超過10%，就止賺咗佢咧，就最穩陣嘅。係啦，好啦，喂。阿哥，你講。要答一答美股，BNTX 啊，有人問我只 BioNTech 嗰只呢只嗱，佢去到400多蚊咧，就因為有個分析員話佢超貴，咁啊嘣一聲跌咗落嚟。但我覺得佢而家喺呢個而家呢個價328蚊係有支持，應該升得翻上去400蚊。但最近個唔好消息咧，就係話 Moderna 咧，嗰只疫苗啊，mRNA 啊，佢產生嘅抗體係佢嘅一倍喎，咁你不如轉嚟買呢只啦，係嘛？呢只似乎走勢靚啲喎，係嘛？咁仲有啊，台積電，台積電啊，坐喺度啦，唔使提你嘅 TSM， 唔使理佢啦。OK， 好啦，今日好多人都問水泥股，近期水泥股就真係好啊，升啊，係啊，一四啊。好啦，呢度咧就有個朋友就問嗰只早前我哋講嗰只2009同埋914啊，太大啊，太嚇。OK， 咁啊，2009咧其實咧睇翻個估值係好低嘅，4.5倍市盈率，有接近5厘嘅股息。早幾年前啊，領導人話發展雄安新區，哇一條氣啊升到上去4.4，後期啊。當其時投機炒賣都好犀利，就一撳咗落嚟，撳到落去咧個幾銀錢，但係真係超曬值。你問我係咪過百咧，都差唔多啦。一年嘅高位係1.7厘，過7.8厘啦。咁啊914安徽啊嗰個海螺水泥咧冇錯，暫時嚟講應該係睇緊50蚊，咁你可以擺49-50啦。咁亦都有人講到只1313華潤水泥，佢話見翻家鄉啦，恭喜你啊！係啦，啲水泥股啊，連埋3.4厘嘅股息咁啊，8.5咯，咁啊嗱，守得到一定見翻家鄉，佢嘅優質嘅條件始終係冇話改變。不過早前咁樣落嚟咧，我唔知道有冇睇錯，我覺得咧應該係撳住嚟收嘅，撳住嚟收。同埋你中國咁大，你唔理啲基建啊、房建，你唔可能停噶嘛。加上近期嘅公布嘅經濟數據真係放慢咗喎，咁就意味著第四季同埋明年第一季會加大嗰個基礎建設嘅投放，一投放嘅落去嘅鋼材水泥嘅需求一定係大噶嘛嚇。咁啊，暫時嚟講有嘅，咪揸住先咯，好冇啊？好嗱，望一望咧，較早前啲觀眾就問只2899嘅只紫金嘅，啊紫金咧近排就喺11蚊嘅，係啦，今日11蚊收市啦嚇。嗱，佢就話留意到北水近日咧就入咗啲錢入去嘅，佢話2899可唔可以入喎？而家呢個市況。睇個樣冇突破喎，因為咧金價又唔升，而家就睇個銅價。咁銅價最近9400啫嘛。銅價係有得升嘅，因為咧智利短缺啊嘛，智利旱災啊嘛，冇水嚟生產銅啊嘛。咁如果你睇銅價係應該係可以買嘅，不過就睇個走勢就唔靚啦。係喎，即係依家喺保利交通道中線嗰度咯。咁林 Sir 有咩建議啊？而家中線嚟講都係屬於50-50啦，因為啊，始終嗱呢只股份嚟講咧，其實有一個幾大嘅資產值咧，就喺個銅嗰度㗎。你千祈唔好諗住佢淨係金啊，佢好大嘅資產喺個銅嗰度。係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個銅價咧都喺翻大約係9400蚊。其實你睇翻三個月之前咧，銅價一穿咗慢慢插咗落嚟咧，都係一路喺度咧拉拉鋸鋸拉拉鋸鋸咧，係升唔到。再加上就係兩個月之前咧，中國都宣布啊，係要打擊嗰啲叫大宗商品嗰、那個呢方面嘅項目，咁所以咧，銅價暫時嚟講咧，都係好似一個叫似橫行有波幅冇升幅嘅格局，咁所以揸住呢只股份咧，我只覺得啊，暫時嗱升幅咧個能耐咧係暫時未湧現，咁但係咧再向下跌個空間就唔會太大啦，因為始終要記住一樣嘢，現時嚟講咧。即係中國嗰個叫復工復產嗰個勢頭係非常之好，咁所有無論係做車啦、做工業啦，對銅嘅需求咧都係好大嘅。咁暫時呢一隻嘅股嘅股價而家咧喺正20天線咧，我覺得屬於叫做中性，啱啱好就50-50跌破率，就唔需要話太過樂觀，但亦都唔需要太過悲觀。如果你真係落翻保利交通道底線，再購貨再買佢啦。
Okay. 好，明白。好。喂，呢度我答答個問題啦。阿 Cherry 就話以前咧就收工先睇我哋節目嘅，今日放工啊放得早，所以好睇可以睇直播啦，好開心。我俾拉我哋。多謝你。好啦，佢又叫我講一講上次講嘅手花，佢話個手花係乜嘢？佢聽唔明啦。股票市場嘅流量啊，我哋叫個手花。何為緊咧？就係話咧，基金啊揸咗啲大股東啊，大股東啊揸住唔肯放。出面啊，流通嘅股份咧好少，個手法就叫做好緊。調翻轉頭，哇！這個基金又批股，嗰個大户又放貨，市場嘅流量啊多到不得了。你買幾多數幾多數唔起嘅，個手法就叫做鬆咗。簡單講就股份喺市場嘅流量，我哋叫個手法。咁至於你話何謂行單邊咧？個市一路咁整固整固整固，無論佢跌3000點或者升3000點，我哋都叫做行單邊。呢、這個意思好唔好啊？希望你聽得明啊！好嗱，再轉睇下有觀眾文仔啊，想問就係6060眾安在線啊，眾安在線咧近排走勢非常之弱啊，係啊，好差，37.35收市啦嚇，咁啊，保利交通道嘅中線位置，究竟而家即係只眾安在線冇煙霧啦冇煙霧啦，咁啊冇人行咯，佢買京東啫嘛，都冇買眾安，係啊，換咗去京東啦。換京東啊，9.68，係咯，喂，這個價會唔會平一啲啊？係平啲，但係平嘅股票永遠都係平，可能會再平啲，可能會再平啲，平啲啲咁樣，升緊嘅股票可能仲會繼續升，所以冇辦法，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真係冇辦法。但係見到即係保利交通道個底線嘅時候咧，係32.5，似乎見咗底啊啦。而家上翻中線咧，就望佢應該可能都即係會唔會試翻，即係可能保利交通道頂線嘅大概係42蚊左右位置咯，係咪啊？係啊，係啊，頂線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冇錯，我相信接近頂線都要走貨啦，唔好話要等佢升穿頂線啦。好啦，咁我哋再望下超級留言啦。好啦，那個超級留言就係只316，只東方航空。恭喜你啦，咁有眼光。犀利啊！166蚊嘅時候入咗貨嘅，嗱咁啊，中線持有嘅，佢就想你哋大家幾位指點迷津啊！哇！而家運費仲升緊嘅，20000蚊美金一隻貴，短期嚟講冇法子改變㗎啦。短期冇得改嘅，都係繼續升。呢個啊，一係運一係唔運㗎啦。一係運一係唔運，但係你冇得唔入口㗎嘛？呢啲係要搶貴啊！所以你冇辦法㗎。一係運飛機咯，你夠膽就飛機就慘。飛機仲貴喎，可能會。係啊，所以冇辦法，171.3係。即係一個月同埋一年嘅高位，咁而家係嗌緊一年嘅高位。如果有貨在手嘅，運費會唔會減咧？照啲行內人士講咧，冇咁容易減，起碼1-2個季度之內。但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咧，一隻4尺貴，無論你點計咧，20000蚊美金嘅運費咧，都係唔正常噶。不過你冇辦法，你環境係咁樣啊嘛。咁啊唔緊要啦，有貨在手嘅，擺低個止賺繼續向上望，這個最穩陣噶。到底能唔能夠升幾多啊？或者個高位喺邊度嘅話咧，這個從來都唔係咁難預測。不過勢頭咧，的確係咬住個高台而不下好啦，望一望 Sandy 嘅問題先啦，佢就想問阿林 Sir 只9901啊，只新東方啊。嗱咁早前咧，即係啲教育股係咪就打壓嘅？陰功咯！又見到佢高位158蚊跌落嚟17.5現價水平啊！嗱，有觀眾佢就喺今日收市嘅位置就入咗嘅，就諗住搏一搏。佢都幾長遠嘅目標，佢話問可唔可以上翻50蚊嘅水平喎？唔係好長遠嘅啫。係啊，但係而家你見到個股價逐沉底喎。佢嘅基本業務全部鎖死曬咯，嘥蚊點搞啊？嗱，以前咧就做商業嘅模式，而家係要做義工。義工咁你冇錢賺。係啊，因為而家嘅政策係唔容許你喺呢方面有利潤啊嘛，咁所以只能夠嚟講咧，你買股票咧，你都係而家係支持緊佢呢個做義工嘅精神嘅啫，唔係話你支持緊佢賺錢嘅精神。咁所以記住一樣嘢，話明係做義工啊嘛，做義工酬勞有冇回報㗎？你自己諗一諗。咁所以你支持做義工嘅公司，暫時嚟講，你又只一個方法就叫做坐艇嘅啫。咁啊。不如快點走咗佢啦！如果冇啦，咁係懸念嘅。你寧願買316都唔好買。係啊，冇錯啦，冇現金流啊！上市公司最緊要現金流啊！我教書，我係有商業嘅元素喺度噶嘛，燈油火蠟人工唔使俾嘅咩？要噶嘛，要做義工喎，即係冇現金流入喎，咁啊公司一路教幾多就蝕幾多喎，唔掂㗎，唔好搞啦。喂，呢度咧有個人問啊，我睇先，佢啊頭先問到佢話咧，除淨當日。有冇股息
隨證啊，梗係冇啦。隨證前一日你就有 T 加 two 計埋落去。總之當日隨證嘅，講明嗰日已經除咗食㗎啦，係冇食收㗎。咁有人問只1731，其實啲工業仲冇乜成交，會唔會有大跌嘅風險咧？論上應該唔會，因為咧都話嗰啲大户咧一路喺度慢慢收貨，咁啊收到咁上下咧，佢就會有大動作㗎啦。你慢慢等出好戲再上演啦。嗱，如果你驚嘅話咧，嗱，我知道大家咩心態啊？如果驚嘅話，始終係哇，好似兩毫幾升上嚟，升好多喎，唔緊要，唔對板嘅。我同阿倫阿林 Sir 都係咁講，5% 就亮咗黃燈，10% 紅燈著咗啦。自己計自己數，唔需要問邊一個噶啦。係啊，呢個最穩陣最穩陣，我輸曬就10%，不過沽得嚟就可能15%，都唔緊要啊。我攞翻個本，嚴守呢個紀律嚇。係啦，係啦。好望下只1691先啊 ，Henry， 我記得佢問咗兩日㗎啦。咁佢就問只 JS 環球生活啊，即係小型家電嘅股份啊，現價可唔可以追入啊？嗱，今日咧就升近5%。但係睇個走勢又唔靚，喺度下降軌嚟嘅喎，今日係有啲反彈嚇、啊。最近呢一類股份都係唔係好靚，就算個海爾之家都唔靚啊。即係2048隻 V 星，即係 V 星係幾多？2148啦，係啦 ，V 一四八誒 V 星都唔靚，冇一隻靚嘅。嗯，係咯，見到即係近排有啲行咧都下調咗嗰個1691，即係只JS 環球生活嗰個目標價嘅，係啦，咁啊，即係唔好入住啦，係咪啊？係啦，冇乜賣點啊 ，Jenny 啊，廿幾倍嘅市盈率，釐幾嘅股息，唯一講就係上一次嘅低位同依兩日嘅低位咧，有機會形成一個小箱底，但係又唔能夠確認。咁你買少少咁樣，始終嚴守10% 指示，我覺得問題唔大噶。但係相對成個大市嚟講咧，佢真係冇太多賣點而家。同埋個成交金額咧都係少咧，係啊，有一個套現嘅風險係。點解唔睇下嗰啲電力股啫？啊，嗰啲電力股行緊，仲有7厘嘅股息。咁平啊！唔係咯，係平㗎。你唔好睇低價上嚟升好多啊，相對仲好平，升咗好多。睇下以前啲高位，而家全部都係仲係平價貨嚟㗎嚇。嗱，望下只冷氣佬嘅2318先，超級留言嚟嘅。佢就話呢幾日見到都成交幾大下啦嚇。嗱，佢60蚊嘅時候就買咗貨嘅。60蚊可唔可以持有？咁啊，我唔知佢可唔可以持有，係未買定係佢買咗？佢而家買咗。60蚊你咪有100萬股係咪啊？唔係個個100萬股101，依個都係問101。唔係呢個係2318停保。哦，停保停保，我停保。60蚊可以持有嘅，因為呢個低位嚟㗎嘛，係咪？希望佢唔好再跌啦，再跌就不得了。都已經跌咗40% 㗎啦，你睇下102蚊碌落嚟，冇咗40% 㗎啦。係啊。你搏佢反彈咪搏一搏咯，但係如果佢再跌，你就要走噶啦。我覺得呢個位我唔走，2318，你由102蚊跌到嚟60蚊，你跌穿60蚊走咧，即係我覺得好傻嘅。佢將來嚟講，始終即係點樣，佢都會上翻上去，只不過咧係幅度少咗，同埋嗰個時間啊慢咗，同埋你睇翻係琴日嚟講，嗰個 volume 啊，呢個 volume 嚟講咧係之前嘅差唔多3倍，咁即係話咧嗰手咧貨咧訂貨係訂得好緊要。但係同樣地，接貨嘅人都唔係蠢噶嘛。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唔係80蚊接貨啊嘛，你係60蚊接貨，你由高位跌咗成40%噶咯喎。當日咧，阿 Simon 啊就話幸福啊，話下幸福間內房股咧就有違約。咁你作為第二大股東嘅平保咧，就可能要孭飛，有成359億要作一個回避。咁呢個單嘢咧，全單嘢就550億咁滯㗎啦。咁問題佢就撥備啫，佢唔係虧蝕啊嘛。你買咗地皮，買咗資產，日後你賣咗去嘅話，套咗現，你可以還翻俾平保㗎嘛。所以大家着眼點啊？嗱，呢個所謂撥備咧，一定有衝擊，但係凡係撥備咧，就有回撥嘅機會喺度㗎啦。況且股價嚟到60蚊咧，我自己覺得，除非真係等錢用，我就真係冇辦法。如果唔係咧，橫計掂計咧，呢個價錢去估咧，都係摸住個低位嚟估，咁何苦啫？係咪咧？好啦，另外一個超級留言咧，就係阿新，應該係我哋琴日解答咧，有兩個300萬嗰個啊，哦，即係坐艇嗰、那個。哦，呢個有百，佢有100萬股喎。嗱，呢個101咧，佢就話佢有100萬股，平均價71蚊嘅。
嗱，呢一隻都係坐緊少少啦，冇冇講得咁多。佢股價反彈緊咯喎，應該見咗底嘅咯喎，希望佢繼續升翻去你升翻去75蚊啦。即係低位反彈翻上去。嗱，倫 Sir， 你講得啱啊！佢已經係由一個月嘅高位53.6跌落嚟㗎啦，佢跌咗成30%多㗎啦。係啊，啊咁啊，而家去到個阿 Simon 嘅保利卡通道個底部，慢慢行翻上嚟個中軸位，掂住個中軸位，亦都係試緊早前嗰、那個啊嗰、那個高位技術上。如果一旦突破啫，呢隻手指我就度翻上去，理論上係去翻70-72蚊嘅。咁啊，我覺得應該去等等先。好，好啦，唔使咁擔心啦嚇。有人觀眾咧就想問只1772喎，只共豐利業。但呢幾日高位真係回翻落嚟啦嚇，三支大陰燭啦嚇，去翻保利加通道中線158.6收市。嗱，呢只電視股啊，林 Sir 講解一下啦，可唔可以追咧？我自己咧，星期二晨早未開始之前咧，我就聲稱出去即刻要沽貨1772。第一樣嘢就係佢公布業績，盈利係賺咗7倍多。而第二樣嘢咧，更緊要咧就一個月之前嚟講咧，佢已經配咗股啦，配咗股集咗資，咁會唔會你仲要花啲金錢去頂上去做咩咧？咁所以我自己喺呢個星期二嘅晨早未開市之前嘅信息就全部聲稱出去，立即要沽貨呢只1772。咁當然啦，沽貨唔係話佢將來有一個好大嘅跌幅，但係起碼由於佢當時咧係處於保利加通道嗰度頂線啊嘛，咁你頂線沽完貨之後，你咪慢慢喺呢個中線之下慢慢收集咯。咁唔係話表示話佢嘅業務唔好啊，佢嘅業務由於就係因為實在太好啦，太好，升咗7倍多啦。咁但係7倍多嘅盈利咧，呢個一個好消息嚟啊嘛。大戶一定係喺好消息嗰度沽貨㗎，大戶唔會喺好消息入貨㗎。咁所以未來穿翻呢個保利加通道條中軸線之下咧，又可以重新分階段吸納咯。即係穿咗中線之後就可以啦。係啦，下個禮拜可以。唔使 等到底線啦，係嘛？我相信佢底線嗰個機會唔會大嘅，因為而家嚟講咧，鋰電池呢個原料個價格嚟講咧係冇跌過嘅，咁所以未來嚟講，我覺得嚟緊年尾嘅時間咧，佢份業績都係好嘅，但係唔會再出現7倍盈利上升呢一方面，可能咧就變咗持平。咁但係持平之中嚟講都係好嘅，因為始終佢作為一個叫做呢啲咁嘅叫新嘅電車概念股嚟講咧，佢而家如果計翻年尾嘅時間，加埋頭先我哋所講嘅7倍盈利上升咧，咁變咗佢嗰個市盈率咧，可能咧又落翻去50-60倍。咁你睇一睇啦，比亞迪而家都講緊成100多倍啦。咁所以如果佢個市盈率啊落翻哇60倍左右咧，變咗咧又重新又有一個幾好嘅直播率嘅。好，另外你再看看有觀眾想問只1610啊，中糧加佳康，他說非常重貨，但他沒有說多少錢入。哇，賣豬肉價格在跌緊喎，係啊，就係香港啲豬肉價格唔跌啫喎，香港豬肉冇跌到，但係運曬嚟香港買，香港嗰啲好好價。喂，6.幾跌落嚟嘅喎，係咯，啊6.幾跌落嚟嘅喎，好慘㗎，即係反映豬肉價格跌緊咯。哇，真係陰公啊，真係山。幾錢翻嚟有冇講？佢冇講幾錢翻嘅，但係佢就話非常之重貨。係真係嗱，呢個朋友我講聲啦，8-10% 嘅風險管理唔做嘅個結局咧，就係自己辛苦。你唔沽曬，你都沽1/3、1/4，慢慢慢慢減，攞翻啲錢。咁你中意貨嘅低價嘅時間，你咪再買翻喎。咁你會問，萬一真係沽咗1/3、1/4升點算啊？你沽咗1/3或1/4出街，你仲有1/4或者係一大半喺度，你望佢跌定望佢升啊？梗係望佢升啦，係咪啊？你有一大仲一大嚿噶嘛？基本上呢個策略咧，股價往後升或者跌咧，對你嚟講都係有利嘅。點解大家唔識得去諗諗？嗱，講咗啦，2.2有貨賺緊錢嘅。喂，兩個字賺錢啦，唔係蝕啦。重貨。重貨。重貨咪走咯，估咗佢橫掂有錢賺，你有10% 賺啦。等佢嘅呢個保利加通道頂線先。差唔多到咯喎。係啊，佢等佢掂一掂啊。佢而家喺個低位咁樣上落去，嗱，如果佢係重貨嘅，我就認為咧，先食咗1/3先，剩翻2/3，睇下佢得唔得？咦，真係試翻早前嗰個高位。度一度去睇下幾錢啦 ，Janice 啊，第二個高位，係高啲高啲高啲，哎啦呢個，3.18。OK， 第二個就係3蚊到3.18啦，呢個區間啦，
再吃多三分一，剩下那些就放止了。但是你看到他那麼多次都沒有穿過那個交通道的頂線，其實現在都真的差不多。因為為什麼呢？你要看過去這半年呢，由於他那條二十天線一直向下的，所以是走一個叫弱勢圖。但是你一看回，你拉近一看，他現在那條二十天線呢已經由這個叫做下跌轉為一個平衡，而開始有少少我們所說叫起頭的跡象，所以呢未來來說是有機會呢是走回上保利交通道的頂線，尤其是呢他現在的保利交通道呢是一路以來呢是收窄了很多，所以一升的時間呢保利交通道呢有機會呢演變成一個叫喇叭性的擴散型，所以這個機會我覺得是值得搏的，應該等他保利交通道的頂線先。吃三分一啦，唔好多嚇。好，三分好啦。好啦，咁啊，今日咧都非常之感謝阿林 Sir 上嚟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係同我傾咗好多偈啦嚇。好啦，咁啊，聽日就係週末咯喎，你哋大家有咩做啊？哦，休息。休息係咪啊？咁你兩位咧？我啊曬太陽咯，做運動咯。我聽晚去聽 concert 咧，貝多芬第七啊。咁我又叫阿介紹下啦。咁啊，聽日我哋咧都有啲特別嘅節目咧就推出嘅，咁麻煩咧觀眾咧真係要細心咁去留意聽。咩特別節目啊？咩啫？大家睇就知噶啦，係啦，大家睇就知噶啦，好啦。係咪我啊？係咪你？你同我啊？係啊。哦，咁我知啦，我知啦。哇！今日大家要留意啊，真係要留意啊，真係要睇啊，係啊。即係睇完之後咧，俾啲留言啊，同埋即係俾 like 啦，最緊要係咪？嗱，而家下面未俾 like 嘅，都快啲俾 like。美女與野獸啊！哇！你當我野獸啊？我係野獸啊！美女與野獸啦，我係野獸。你係美女，我係野獸。我點係美女咧？傻傻地嘅真係。咁啊，聽日咧，記得大家收看啦嚇，咁啊，同時都祝大家週末愉快啦，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OK， 拜拜。